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他们唱那个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我是蛮有点感慨这样。怎么说？因为当年呢，那就是小宝、张雨生，我们差不多同时间出道，对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又是不同的唱片公司，然后两家唱片公司拼得很厉害，都是高音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是高音，我也是高音，所以就是被大家拿出来做常做比较，对对对对呀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人生呢，没有
不要计较太多，真的，他就是在一个速度里面咻，然后就结束了一个生命，终将会有终点嘛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大家心里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可惜掉了一个天籁。但后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好的歌曲他就留下来，就变成永恒了。是，对，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就是，当然比就是高音的程度，当然就是跟小宝是都差不多，但是多了一些那种厚度。嗯，哦，全怕少壮嘛，哇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两位现在在山里面走了走，山猪看见他们都怕。冰照冰照，哦，你们两个，下雪来了，下雪风来了，我赶紧跑。Let's go！ 双手双手。这首歌了，好不好？
让你们的双手借我们一下。双手，双手，不要虚。他也是会累嘞，哈。会累，会累。哦，来，稍喘一下，好的。OK， 让我们看见你双手，还有你的意象，好不好 ？One, two, three, go！ 把你的双手借我，跟着我一起摇摆，让快乐变成旋律。金钟奖连续四遍都没有得奖，四杠，对，所以这今年已经是第四遍了。啊，鲁鲁他个人是第七杠，第七杠，对，自己还有外面三个节目也杠，也对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咱们就直接来这一首，它改编成《在你的伤口撒盐》。对，我们今天做了主曲，是对，所以就是有跟时事很有关系。对，来，好好来挑战一下 ，Let's go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露露的第七遍，像个期待镜中一点不老熟悉金钟奖。快回到我身边 ！Come on， hey hey everybody， hey, hey, yeah. 去！金钟奖拿不到，拿不到，金钟出征人都拿不到，被刷掉，被刷掉，被刷掉，恭喜对手还要加加微笑，拿不到。拿不到，拿不到，天哥登陆巩固在金钟，被刷掉，被刷掉，被刷掉，痛苦在那深夜，金钟奖项揭晓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金钟奖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是露露的第七遍，整个期待金钟，一点露老师是金钟奖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哦，金钟红毯走七遍，小香他拿着金钟，说着痛苦感言。熊熊有人不可思议，谁会在意共苦七遍的心碎？别让金钟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扣，一下就飞，没得奖叫人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金钟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。消失不见，我不要比赛叫白圈，先个电路期待，不要擦身而过。